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敦煌造型惊艳全场，宛如壁画女神再现人间。赵丽颖在敦煌莫高窟飞天壁画前展现独特气质，与壁画女神共鸣。她的美丽与自信成为时代女性力量的象征，激励人们勇敢追梦，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她，赵丽颖，站在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前，一袭素压长裙如青云般飘逸，似月光般温柔，与那壁画上的飞天女神遥相呼应。她的容颜宛如从画中走出，带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灵动与优雅，令人不禁沉醉其中。这幅飞天壁画描绘的是一位身姿曼妙的女子，轻盈地飞舞于云端，姿态优美，神态娴静。她身着长裙，飘逸轻盈，仿佛随时会乘着清风飘然远去。她手中捧着鲜花，笑容灿烂，仿佛将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融进了她的笑容里。而眼前的赵丽颖同样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她眉目如画，眼神清澈，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仿佛拥有着一种魔力，可以瞬间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她站在那里，仿佛与这古老的壁画融为一体，成为这片古老土地上最美的风景。飞天壁画是敦煌莫高窟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之一，它不仅展现了古代中国人的艺术造诣，更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一种永不过时的美。而赵丽颖作为一名当红女演员，也拥有着独特的魅力。她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她的容颜，更在于她内在的自信和坚强。或许正是这种超越容颜的自信和坚强，才让她与这古老的飞天壁画产生了共鸣。她站在这里，仿佛穿越时空，与那古老的灵魂进行着无声的对话。她感受着来自历史的厚重，也汲取着来自飞天的力量，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不断前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历经了岁月的洗礼，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它向世人展示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也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赵丽颖作为一名当代的中国女性，也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时代的魅力。她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用自己的实力和智慧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当她站在飞天壁画前，我们不仅看到了她美丽的容颜，更看到了她内心的力量和自信。她仿佛化身成为这古老的飞天，带着我们一起飞向梦想的天空，去追寻那永恒的美好。也许这正是她与飞天壁画最深层的共鸣。她像飞天一样自由地飞翔，永不放弃梦想，不断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奇迹。她的美丽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地域，成为一种永恒的象征。而我们也应该像她一样充满自信，勇敢追梦，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赵丽颖，一个来自平凡生活中的女孩，却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她的故事或许会激励更多的人去追寻梦想，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她站在飞天壁画前，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飞天一样自由地飞翔，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而我们也应该像她一样，拥有着这种超越时空的自信和力量，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地追梦，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赵丽颖，一个普通女孩，却用她的努力和汗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飞天一样自由地飞翔，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在莫高窟的飞天壁画前，赵丽颖的美丽与飞天女神的光彩交相辉映，展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魅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或许就是她与飞天壁画最深层的共鸣。
他像飞天一样，自由地飞翔，永不放弃梦想，不断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奇迹。他的美丽，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地域，成为一种永恒的象征。赵丽颖以她的敦煌造型再次惊艳了所有人，这一形象宛如从古代壁画中走出来的女神，不仅展现了她卓越的时尚驾驭能力，也让观众们看到了她在不同造型中的多样魅力。这一造型既保留了敦煌文化的古典韵味，又融入了现代的时尚元素，完美诠释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令人拍案叫绝。赵丽颖不仅在演技上表现出色，在时尚造型上也从未让人失望。她的每一次亮相总能掀起热议，这次的敦煌造型无疑再次证明了她在时尚领域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她的外貌和造型，更在于她对每一个角色的认真投入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多年来，赵丽颖通过不断挑战不同的角色，从温婉动人的古装角色到现代都市剧中的坚强女性，她都能游刃有余地表现出角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此次的敦煌造型也正如她的演艺生涯一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探索精神。这次造型的成功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赵丽颖的敬业精神和对细节的把控。从妆容到服装，她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力求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更是一个艺术创作者。她用她的造型和表现，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在当今娱乐圈，能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如此完美结合的演员屈指可数，而赵丽颖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次的造型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观众们纷纷赞叹赵丽颖的惊人美貌和她对于造型的极高驾驭能力。有人称她为壁画女神，因为她的形象宛如从敦煌的壁画中走出来一般，充满了古典美和艺术感。这不仅仅是一种造型的成功，更是她对于文化传承的致敬与表达。赵丽颖用她的方式，将敦煌文化的神韵通过时尚的语言传递给了更多人，也让更多观众对敦煌文化产生了兴趣。对于观众来说，赵丽颖的每一次亮相都充满了惊喜和期待。她总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带给我们新的视觉享受和心灵触动。从她的角色到她的造型，每一个细节都展示了她的专业和才华。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更是一个时尚偶像和文化传播者。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瞬间。我们期待赵丽颖未来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惊艳的作品和造型，她的每一次突破都为观众带来了新的体验。她不仅仅是屏幕上的明星，也是时尚和文化的引领者。无论是在戏剧中的表现，还是在红毯上的造型，赵丽颖都能以她独特的方式赢得观众的心。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赵丽颖会继续以她的实力和魅力，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为我们带来更多值得期待的作品。在此，我们也向赵丽颖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她不仅仅是娱乐圈中的一颗璀璨明星，更是无数观众心中的偶像和榜样。她的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梦想和事业的追求，她用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不懈，梦想终将实现。让我们一起期待赵丽颖在未来的演艺旅程中继续绽放光彩，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和惊喜。复旦大学推荐力作，王一博纪录片引领青春新篇章。在娱乐圈的璀璨星河中，王一博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新星，他以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在影视、音乐、舞蹈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近日，复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将王一博参与的户外探索纪实节目《探索心境》作为教学案例推荐，更是将他的影响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是对王一博个人品质的认可，更是对他勇于探索、不断挑战自我精神的肯定。一、探索心境，挑战自我。探索心境是一档旨在展现年轻人勇于探索未知、挑战自我的户外纪实节目。王一博作为节目中的嘉宾，不仅展现了他出色的身体素质和专业技能，
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攀登5005米雪山、潜入深海等一系列极限挑战，向观众传递了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当代年轻人所缺失的，也是复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希望通过案例教学引导学生们学习和借鉴的。在攀登雪山的过程中，王一博面对高海拔、低氧等恶劣环境，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不断调整呼吸，克服身体的不适，最终成功登顶。这一过程中，王一博的心跳加速，呼吸共振，不仅是他个人生理上的挑战，更是他内心深处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探索。这种精神力量激励着每一个观看节目的人，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去挑战自己的极限。二、巨星影响力，传递正能量。王一博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巨星，他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上，更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他通过自己的行动，传递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激励着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在探索心境中，王一博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勇气，更通过与其他嘉宾的互动，传递了团队合作、相互支持的重要性。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偶像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外表的光鲜亮丽，更是内心的坚韧与善良。三、公益之路，传递爱心。除了影视和综艺领域，王一博在公益事业上也同样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更多人关注社会问题，传递爱心与温暖。这种公益精神不仅是他个人品质的体现，更是他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王一博通过参与公益活动，不仅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更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公益的力量。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用爱温暖世界。这种精神与复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都希望通过教育引导学生们关注社会问题，培养社会责任感。王一博的纪录片以探索和挑战为主题，展现了他在青春旅途中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精神。这部纪录片不仅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还得到了复旦大学的推荐，足以说明他在思想深度、内容价值上的非凡意义。通过真实的镜头语言，王一博的坚持和奋斗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看到了他不懈追求梦想的决心，以及他对人生目标的不断探索。作为一位从偶像转型为多领域发展的青年演员，王一博在这部纪录片中突破了以往的形象，勇敢面对来自内心和外界的挑战。这不仅仅是一场身体的极限考验，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深度探索。纪录片中，王一博面对困境和不确定性所表现出的毅力与坚韧，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春的力量，以及面对困难时的乐观与勇敢。复旦大学的推荐，也是在认可他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以及这部纪录片所传递的正能量。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归功于王一博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团队的精心策划与拍摄。每一个镜头，每一段场景，都力求真实展现王一博的内心世界，让观众能够通过这段旅程，更深入地了解他。纪录片的主题紧扣探索与青春，无论是充满挑战的冒险，还是面对自我疑惑的反思，都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这种深入探讨自我成长与社会责任感的纪录片内容，不仅引起了娱乐圈的广泛讨论，也得到了教育界的认可，尤其是在复旦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中，引发了广泛的思考与讨论。王一博通过这部纪录片，展示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理解。他不再仅仅是荧幕上的偶像，而是一个勇敢探索未知领域的实践者。他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突破，都在向人们传递着一个信息：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突破自己，勇敢追寻梦想，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与坚韧。通过这种探索，王一博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
也带来了精神上的鼓舞，让更多年轻人能够在追梦路上获得前进的动力。对于观众来说，这部纪录片不仅仅是一部影视作品，更是一部激励他们勇敢追梦的启发之作。